来，我扛，来嘛。这是炉子的，哦，炉子可以是吧？好，这样。好。哎，这样吧，那个小子是在等你偷炉炉。好呀。喂，嗨，喂，这个小子都可惜了吧？那怎么说？那还整呢，这个。哇，有斤多。两斤。农村的话，五斤。农大一根儿。要不然咱开点白白的挖绳子哈。哎呀，晓得。这一根又是斤多。嘿，可以可以。再修再修，好。好。这个太安逸，安逸，不要让我弄弄弄弄得太断了。走，回去喽。嗨，喂，我把你头眼看到没？啥子东西？竹笋长起来了。喂，那里那个有个好呀？他，你看见来了，这个鼻子。哎，这不是，这个鼻子的也是竹笋啊。这啥子啊？那个竹笋就是野生的。因为我没种的哟，我记得有一年我真的是整了一包回去吃了点。爸爸，这不是鸡屎吗？鸡屎它就是这样的味道，哈儿炖鸡汤还是鲜得很的。我今天是让白娘子的捡得到，你看这都是。你看断都断了，搞点根。嗯，来拿到拿到。嗯，好臭呀、啊！我安逸得很。你看嘛，这一点也对啊。对。真的长不出来。哎，这些都还有大，还没长出来。嗯。来哟，捡来了。吃的呗，吃的，这个来不来？过天来就弄得到了。啊，红头哥，哎，十几只就。这个我就不搬了喽，过两天来搬，安逸得很。过几天再见得到些，今天我就把这些来喂进。哎，洗出来看见就漂亮了。冬时候是挖烂了的，有小给我们整来自己吃。就是我们之前都是炖的鸡，今天炖鸭子搞一下。这边烤一下，对，我就。你先烧起，鸭子下锅烫个水，来点葱姜，来点白酒。三个是不是？炖汤还是用猪油。下锅，行，加点水，拿点鸡肉慢慢喂，来点老姜，这点花椒，生只鸡来喂，先下锅，不是那个味的，香得很，葱花，哇，今天怎么不摆了？把它闻到都安逸。我先挂汤了，哎呀，汤是刚刚我上了哈，鲜得很，嗯，又开。你是捡白菜，你来吃饭。我跟你近点，我不靠你。做这种第一种的。哎，那吃起是安逸，就是少了点。喂鸡不要飞的，喂鸡啊，喂鸭子。喂鸭子，喂鸭子安逸。啊。